为什么 boss 那么快死呢？因为我前面有打过啊，他其实超硬的。不过我当然只录这些啊，因为前面的话加加，所以最终 boss 就是我就是象征性打赢啊，所以就是这样啊。哎，不然实在超蛮久的、啊。反正就差不多，我前面打的也跟那些差不多是一样的啊，就跟那一次一样。好啦，那这影片小短片而已，象征性打赢啊。那么下个期再见吧，拜拜。